恩利在这一季五场的初赛拿下了两胜的战绩，两胜两败，吃了30局哦，自责分率呢刚好是3.00 ，WHIP 呢也是很出色的1.10哦，那被打局率呢是2.29，只有1发全垒打。那他休息了有5天的时间，一个很勉强的出棒，这当然是一个补传一垒的3振出局，完全是被他的速差以及 location 给迷惑了。团的擒收还有捕手的引导，好，这个低位的球呢是主审没有捡，差很大，哎呦，打反方向也是一支安打，哇，虽然是怕个接接啊，对，阿马西安打，而且这支安打呢还会是一支长打，这球打了一个飞球，这个飞球也稍微的切到，哇，有没有接到？有，接到，哇，范国成，他最后是用跳接的方式哦，在空中把球给接进手套里面。好，这个滚地球有机会来处理，范国成的脚先踩到了垒包，3出局在一垒，这也使得中信呢在第一局留下了2个得分圈的残垒，没有得到分数。稍后来看悍将一局后半的进攻实况。这也是马格文哦在中职的第2场的先发，那第一场的先发呢是只投了3.1局啊，那因为有掉分呢，所以他自责分率呢是比较高的。那3局的投球其实比较重要的是，他投了3个40球，对，中间包括2个4坏球跟1次触身球。那掉了3分的折失分，那是在10月8号啊，面对卫权的开箱投球，高的位置砍成了一个游击方向的滚地，江坤宇解决掉了李宗贤，惜败，3A 的 ERA 呢是7.36，游击方向又是一个滚地，这个滚地球呢，江坤宇再度的解决掉了王胜伟，所以马格文在第一局的投球呢。非常的符合哦，他的这一季是12轰。那另外一位就是浩伟，这球打得很扎实，在角落掉下来的安打，而且曾颂恩第一时间没有把球给拦下来，撞到墙上去，这也使得对方呢范国成抓第一球攻击哦，打来了，还是啊连续的滑球3振掉了国辉，富邦的攻势结束，国成呢是。2垒的残垒，一局打完，双方0-0。投高了，对这些快速球哦，都进不了好球带，就真的非常的麻烦。挥棒了，3个球解决掉了岳东华。打击的是右打的捕手高宇杰，那恩利现在可以想办法去制造滚地，那球打飞了起来，右外中外野手申浩伟就位完成了接杀，那前卫跑者曾颂恩呢是近战到达3垒，不过场上目前是2出局，那他看到了是申浩伟啊重心向后撤退来接球，要注意进垒点，好，打了一个投手前的滚地球，恩利稳稳地送上一垒，制造了3出局。中信在2局的攻势又留下了2个垒包的成垒，依然是0-0。高起来了，出手，但是一个反弹之后，岳东华收球了，刺杀掉了周家乐。这球出手被挤成了一个内外野之间的飞球，中外野手没有追到，在内外野之间，岳东华、岳振华两个兄弟在救球的过程当中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但是呢，两个人都没有办法追到球，那忍不住了，他继续滑，他继续滑的结果呢，就是打者忍不住出棒去追。打得很扎实哦，奥斯卡，胜伟2分炮，本季的第2发的全垒打，哇，有一点下轮呢。
在球速落后给马格文的情况之下，对，奋力挥击打出了两分打点的全垒打。哇，原本想要出其不意掉大数据的整理下来的数据哦，这球打得很强劲，会在角落，这是界内球。这个界内球呢，通过一垒继续往二垒跑，曾颂恩准回传，又是一支二垒安打。哇，范国成今天打马格文是两支长打，对，挥棒了，这是一个高位的 slider。那富邦呢，在第三局的攻势，胜伟打出了两分炮，2-0。富邦暂时领先，再来打是打中线，对，这个球就吃到比较多的好球带了。这是今天富邦的打线哦，第一位左打者能够从马格文的手中打出来的安右球了。这球打的在右半边的飞球，找到的是陈子豪的手套，挥棒落空的三振出局。走了，这个起跑的时机点抓得不错，真的抓得很好，这是一个盗垒成功。周家乐的第六次成功盗垒在这一季。啊，还是忍不住啊，这个一路滑到底啊。富邦的攻势结束，留下了得分圈的残垒，五局打完，富邦2-0暂时领先。球打在反方向，反方向有机会接，被柏林接杀出局。好，冲天炮，这个冲天炮有机会接，但是这是一个大联盟级的内野冲天炮，接杀出局。哦，这个滞空时间很久，在borderline的下缘的运用用得非常的好。好，这只是一个滞空时间比较久的懒洋洋飞球，申浩伟接杀三上三下的一局，连续三局呢，富邦中信的攻势呢都是被封锁住，0-2暂时落后。以马格文的投球习性，他不见得不会再来，但是呢，照样扛在中间方向，遭到了岳振华的接杀出局了。你都把深卡球压得很低啊，高起来了，那就是安打。一冒高起来就是安打，再度的狙击他冒高起来的快速球。哇，这些滚地，这个滚地收球之后只能选择传向一垒，很接近，但是来得及解决掉了阿德哦。但是带跑的王以诚上来，这球带起来，这一球有没有机会掉下来滑接？哇，陈子豪最后的精彩滑接也挡住了富邦的这一波攻势，留下了得分圈的残垒。马格文对他致以高度的敬意，不过富邦目前还是2-0暂时领先。走得更熟悉一点点，这球出手了，打在中线的滚地球，收球之后的江坤宇解决掉了高国林。过安打也有一次成功的盗垒，这球打成了反方向的飞球，在界外区，王威成追出去，追出去，追出去，追到了！哇，阿里马西厉害！对，这往后退，这球打得还挺扎实的，挺扎实的，追不到哦，形成了一支长打。这支长打呢，也使得申浩伟现在上到了二垒。高了起来，是一个安打，获得了受益，直接冲，曾颂恩传外掉，哦，根本不在高宇杰的手套里面，继续的往三垒去。安打带打点，而且中贤现在直奔三垒而去。哇，靠着蹭传还有失误，嗯，多跑两个垒包。这球打在中右外野方向，打在中右外野方向，被追到，被岳振华接杀出局。富邦的第七局攻势结束，但是中贤的安打攻下了第三分，富邦3-0暂时领先。这球打在棒头上的飞球已经后退到定位了，陈子豪完成了接杀。
就是因为在外角，就是因为打在棒头上，还会攻内角，但是高了起来，打成了滚地球，抛给江中诚，制造了一垒前的刺杀。这球没有确实接到，主审也没给，所以是一个四坏球保送，是当时被陈子豪精彩接杀而已。哎呦，爆头了啦！好，那现在上到得分位置了，既然上到了得分位置，应该有带跑的机会啊。对，要不要换带跑了呢？因为今天有三位捕手，有戴培峰，还有姚冠伟。哎，这是一个不死的三振哦，这会是一个不死的三振哦。因为是在两出局的状态之下哦，所以王正堂虽然是挥棒落空，反倒是成了不死的三振。对，有的可能啊。走了，传高了一点，滑进去。哇，这是一个垒间的出局。林无敬伟的传球哦，那造成了王正堂垒间出局。那富邦也没有要挑战，那进入到第八局结束之后，现在还是富邦3-0暂时领先。好，三垒方向的滚地球，收球之后可以稳稳的送，因为击球跑垒员呢是许基宏，一出局。这球在右侧的飞球有机会处理，余森旭在边线完成了接杀 2-2。后段加速哦，因为逆风的关系、啊、再来一个再见三振，速度飙到了157，这个三振呢也就结束了这场比赛。富邦在这场勇士降临的补赛日呢，是以3-0打败了来访的中信，那恩利拿下了近期的3连胜3胜2败，马格文吞下了到中职的第一场败战，王胜伟的2分打点的全垒打是胜利打点的缔造者，今天在进攻端有出色的表现，投手群们也发挥得非常的出色。